咁啊行過路過一間叫做百老匯嘅電器店，嗯，我見到一部電視咧，我真係睇到我扯曬旗，我即係我其實成日想換電視，但係哎呀冇乜嘢好換啦，係啊，但你唔能夠想象9900蚊。55寸，哎，好平咩咁樣？55寸 LG 原廠，嗯，啊，韓國做，係啊，仲要因為我唔識呢電視咧，啲網友通話俾我聽下啦，仲要係 4K 電視啦，咁啊好都有聲控遙控啦，即係聲音遙控，譬如話喂 YouTube， 咁佢就帶個 YouTube 出嚟嘅咯，係，嗰啲算數，全部算數，佢仲要送一部飛利浦嘅藍光機，價值1000蚊，嗯，送一個一對 Bush 嗰啲咁嘅喇叭，即係。咩五合一嗰啲咧，話1000蚊，再送你1500蚊百佳 coupon， 再送你額外3年百佳 coupon 正，再送你額外3年保養，加埋有唔知5年定6年咁樣，嗯，喂真係好撚抵喎，係啊，55寸，屌你我買部電話都九唔知9900啦，如果即係如果唔係，即係我買，因為佢減埋嗰啲嘢咪6000蚊咯，咁啊題外話啦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咧就想講下咧，其實我哋補翻啲時間啦，反而我啊想講咧，如果有。即係 follow 開我喺 Facebook 嘅網友，知道我買一部新電視，先唔好講幾多錢啦。咁，嗯，我後悔嘅係買得太細，55寸。咁但係其實我屋企嘅距離咧，就係55寸都非常大嘅啦。咁，嗯，第二我屋企嗰幅牆咧，應該因為而家啲電視冇乜邊，應該可以買到70-80寸㗎啦。咁，嗯，啊，價錢非常平，而且好多嘢送添，翻，嗯，部舊嘅拎去寫字樓等等，都係一套 suite 啦，我會出去買啦，即係任天堂嘅 suite 啦。嗯，我同大家講。上水遊戲機我全部唔玩嘅，我唯一玩嘅就係 PS4 嘅啫。咁啊，月光寶盒我都可能會裝。咁仲有部藍光機啦，有部 Sony 嘅藍光機送到嚟嘅時候，我又要裝埋佢啦。哇，好撚多嘢裝。咁而我今次嘅最大得著咧，就係發覺咧，我本來係47嘅，嗯，咁我買一部55，我其實已經覺得係應該細嘅，即係。但我老婆就話：，翻到屋企好大好大，我真係後撚悔咯。我應該起碼買部100寸，因為仲有位。系，系啊，因為100寸都唔係好撚大啊嘛。你記住我部電視係9980蚊。嗯。OK， 9980蚊送2000蚊百佳禮券。哇！仲送2000蚊百佳。送一部 DVD 藍光機。嗯。再送埋我話嗰套喇叭 Bosch 嘅。係。然後我老婆仲有8%，即係匯豐咩最紅回贈。哦。咁呢個係幾多錢啊？哇！我都唔撚知係幾多錢。識計。屌你老尾！老實講，我部電視當人哋上嚟收嘅時候，我話：，你部電視咁靚，啲色都冇變過，點解咁快換啊？